你醒了，儿子。哎，你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？跟妈说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。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？林卓，你醒了。你怎么回事？这是。林卓，你干嘛？他的何人？我想问个问题。快问。 你在苏醒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你人在何处？奉陛下旨意，我暂任太傅，教导太子和公主。天哪，他还在剧本的第一集呢。